们现在来腌肉哈。腌肉就看自己的喜好哈，我会加一点胡椒粉、咖喱粉。咖喱粉啊。五香粉，今天加一点七味粉哦。最后加点糖哦，因为今天呢没有白砂，所以我用二砂。有冰糖。没关系，冰糖太大块。然后加一点米酒。再加点酱油，最后呢，再来一个韩国的这个芝麻油，对，一点点就好了，这个很香，对，这样就好，好了，这样就把它抓一抓。大概抓腌一下就好，好，让它慢慢去吸。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大家放的差不多10-20分钟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现在来腌另外一种口味哈。这次用这个哦，韩式的酱。不用客气哦，一大匙。先下去。好，撒在猪肉身上。那一样哈、哦，我个人会来一点咖喱粉。因为它有点香味，这样子。我们咖喱粉有点受潮结块，来五香。你们会发现我这个腌的会比较少一点哈、哦，因为它着重还是这个酱的味道，然后一样一点点的芝麻油。要来点米酒，好，一点酱油，一点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就是拌，好。它开始有点上色了，有没有？慢慢就是一直反复的去弄这样子。好，大概等于抓一抓，整个抓均匀的话就 OK 了，有没有？它开始整个就变红色的，这就是韩式的酱的做法。好啊，这样抓一抓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样哈，差不多腌个10-15分钟就好了。哎，来煎了哈，刚腌好的肉，你们看，看这个颜色，多美啊！是灯美吧？是灯美，你看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嘛。哎，我发现下面好亮，你好黑哦。那你懂了吗？我这边稍微好再讲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样你人才会美美的。好像是哎、欸。我告诉你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看我用成语吧。应该先给锅子。因为你一直常讲啊。就是我告诉你，真的很差很多嘛。好好来。煎肉了，煎肉喽！哇。
肉太大块，还是我锅子太小块？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跟光浩可以再等一下。我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。我有想法。啊，像我会娶到，就是很有想法。你是赚到，好不好？你那天应该有踩狗屎。我把怎么你怎么可以把娶到你当做踩狗屎呢？就是你太幸运啦！你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娶到 我还生了两个小孩，而且还一男一女，而且你女儿还这么可爱，天哪！天哪！我人生最大的乐透就是遇到你们，好不好？好香哦！你这个真的很香。对啊。这么直接。青色烤肉，完蛋了，我的烟法被大家发现了。没有啦，就是跟大家分享，其实这种简单的烟法哦，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漂亮，这样肉变得很好吃。哇，一个就先看肉。因为它有酱汁啦，所以这个比较会容易黑。那我用的是用它会中小火的温度，因为如果大火的话，马上就黑掉。对对对，我已经够黑了。对哦。希望我的猪肉不要那么黑。那是焦香焦香，微焦香。我焦香焦香吗？他们在帮你扶的自拍杆吗？对。他最近常常拿着你的。那个摄影机想要当 YouTuber， 他名字咬好不好？你看这边，你看我在这边很亮，我这边如果再加一盏灯，哦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，好不好？喝喝。那请问电要插哪里啊？我那盏灯的电就会跟着联动，跟这个一起，全部都接在一起。哦。对。就一开它会全部开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反正我们这个主要也是就是整个环境就是要亮。好。等一下哈。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很，我觉得对，让它里面赶快熟。对，熟透。对对对，因为就是外脆，因为你会怕说，里面真的熟的时候，外面会太焦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呢，你赶快让它里面去焖熟的话，你外面的火候比较好掌握。嗯。应该是差不多了哦。是哦，差不多了。再等它一下下。对。那这个。韩式口味。韩式口味，韩式辣酱。对。哇。对，没有一切都没有。是这样子的。对。韩式的那个酱汁的口味，我觉得这个锅很好用。这个锅就是因为其实它已经算是被淘汰的锅了，它已经不是不粘锅了。但是这种锅啊，就是拿来煎这种，就是会粘很多酱，就是很多酱汁粘在锅上的那些肉啊，很好用，或煎香肠。因为你不怕它，就是反正它就是不会，它就是刷嘛。对，就是刷。它是超粘锅，这样就会爆哦。灯光没气氛这样，现在你们知道哦，人家拍这个拍那么好看，都满是灯光的关系。
没有？而且听哦，怎么还有那个脆的声音？这一块骨头。很厉害吧？哦，实际上就是很厉害，不是看起来。耶！这肉看起来很香。偷啃一个骨头看看，嗯，好香哦！胃开了，胃开了，胃开了哈，那怎么办？就吃东西啦。很像那个耶，就是外面的那个烧肉。啊，真的啊？对。所以我外面的那种烧肉，脆皮烧肉，对对对，有一点像。所以我意外的做出了新的东西。对，你意外做出了脆皮烧肉。他们也想吃的。不行，等长大才能吃。他们在抖脚。哇，好整齐哦，好像那个专业的哈、哦。对呀、啊，烧肉师傅。其实我是卖叉烧的啦，很像叉烧师傅哎、欸。不要这样，有那么帅叉烧师傅是吗？我也觉得被我的功力给惊艳到，真的。啊，反正现在好像很厉害一样。哇，这盘真的看起来超厉害的。对。好，另外一个口味。另外一个口味。对，另外一个。拿小就好了。没有小的。小的就那个啊。好，好，好。感觉就很不一样。这就是我们家的双色烤肉。双色烤肉，我们人家八色，我们双色这样。我吃一个，叮叮叮叮。嗯。如何？这就比较那个韩式辣酱的感觉。嗯嗯，不要抠我嘴巴，还没。妈妈的嘴巴不能抠。对啊。然后我先把它擦一下。而且我觉得韩式辣酱有点豆瓣酱的感觉哦。啊？是吗？很像台式辣豆瓣酱。在切叉烧、哦。对